上去之后，我相信评审三位签字这个时候比赛前所未见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。好的，这边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，如果有犯规的动作出现的话，我们会直接终止你的秒数，我们会直接喊 give it up， OK 吗？或者直接喊 change， 这个规矩 刚忘了说， OK 吗？假设你最多好，最多就是假设屁股离他椅子最多可能只能有两秒，你超过两秒我们就直接 OK 了，耶耶耶。所以 DJ 麻烦你可能反应要快一点，这是考验你反应跟我的默契的时间。好的，废话不多说，三位先知们聊好了吗？OK， Judge 3, 2, 1 OK， 那我们恭喜刘德一六五，请继续，我们抽出第二个主题。耶耶耶！第二个主题是水平夹一下，水平夹一下，还有大有小，看我带什么喝。小麻痹版的拉克，creation， 开始下了 5, 4, 3, 2, 1 水平加 1, 2。意下之争究竟下局本意下如何呢？下局意下如何 ？3, 2, 1一枚一枚 ，OK OT， 两边都换了。耶耶耶！好的，再次由棒子先攻。棒子 ，From Notorious， 主题是。请165换人，换抽下个主题。
下一个主题 ，Our next topic。西班牙的年代，西班牙的年代，西班牙族群。
同时抽出下一个主题。主题是一场要跳起来五次或是以上，要离开地球表面五次或以上。还有这个。解套时间稍微休整一下，好，棒子先攻，主题一场要跳起来五次以上。You jump, I jump, OK? 一个铁达尼号概念 ，OK? Judge, three, two, one, OK? 那我们恭喜165目前还有最后一棒，对不对？就最后一棒。好，那我们的棒子还剩两棒。好的，下一个主题是，让我们看看哦。下一个是自唱自跳，所以我是属于没有音乐的哦。没有音乐，自唱自跳，连音乐都没有。所以我们大家一起，我们大家基本上给我一点 tempo 就好，我们帮他拍个手啊，没问题。应该是为我做的吧？声音要大声一点哦，要录。大家跟我一起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开给个基本 BPM 120的拍手声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会，不定时会有。
时候已经想像白痴，你怎么说话的时候，还以为被削了音轨这样子，被削了音轨，没有音轨，没有音轨的。好的，三位先生们，这也是首开先例，自唱自跳自跳 style， 你们准备好了吗 ？OK， let's see the judge， three， two， one， 右右左。OK， 让我们恭喜棒子爷，谢谢165。